我告诉你，我们看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，一个是74岁，一个是77岁，对不对？一个是74岁跟77岁，两位老人为着一份工作这样子用力去吵架，而且还冒着生病的危险抱病参加，还在工作。想想这两位老人都那么认真，年轻人你们在那里偷懒干什么？还不好好休息？对不对？你看这两个老人，一个74岁了，一个77岁了，为了一份工作还在那边拼。现在是最后关头啊，还在拼，你拼我拼，你死我活在那边拼。你们年轻人还不赶快拼着修法？阿弥陀佛。